一日不倒，陪你到老。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趴。在9月3号更新以后呢，现在一共有4个自动悬赏地图，分别是秋日森林、沙狮堡、白树高地以及毛丝沼泽。今天小趴就向大家发起一项挑战，那就是谁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这四个地图的自动悬赏任务给完成了。小趴刚刚吃了一盘移速的柠檬，加了10%的移速，所以说我现在跑的是非常的快。但是呢，我忘了把我打辐射高效的那个移速套装给带上了，如果带上的话速度应该会更快。我先跑的是秋日森林，然后去了沙狮堡，紧接着去了最快的白树高地，还有最后一个最慢的应该就是毛丝沼泽了，因为毛丝沼泽那个安全屋和撤离点实在是离得太远了。好，现在咱们还在白树高地啊，这个解说的速度比视频的速度要快上不少，看来小趴是一个比较快的男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很快。好，现在毛丝的完成了，咱们回去看看用了多长时间。由于我落地的时间呢不怎么确定，所以说我就在剪辑的时候看了一下，差不多用的是5分22秒，也就是322秒的时间就把四个自动悬赏的地图给完成了。那么你们能比小趴我更快吗？到底谁才是最快的那个人呢？好的，你们赶紧去挑战吧，我是小趴，下期再见。